2011年开始，我讲的言论即将一一实现，即将一一实现，你拭目以待。没有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到了你才说哦，有讲过。那你聪明了，现在我讲的你就赶快做吧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那导师我也知道了，我也听了，我也要选边站了。我就选你这一边了，我已经选了，你还怎么样？你一直讲很烦呢、欸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一直讲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的选边是看着时辰风吹草动，有时候不一定在同一边，一下在这边，一下在那边，一下行好事，一下心中的恶毒还在进行，这就是。有些人正在如此进展中，所以这是我要强调，你要骗别人可以，你骗天地不行的，你骗宇宙那更不行。人多渺小，太渺小了，所以来个天灾你会觉得你怎么救啊？你说那洪水在冲的时候，你消防大队再厉害也不能救啊，那么急的水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直升机丢个绳子，直升机还不知道怎么追嘞，是不是？所以懂，人如此的渺小，为什么要如此不循天理的做？直到天发威了，人还不知道会不会变好，不知道。所以喽，别人我们不能要求，先要求我们自己。心很重要。要说别的啦，你能不能这一刻把你的仇人全部放，这重点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无伤大雅的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那个人跟你的个人恩怨，个人恩怨，就是说民事罪的就全放了，是不是？刑事的那还得看政府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个人的恩怨，那还得看看嘛。跟你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，就先放掉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子。你可以做到举手，看看多少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好，手放下。那你刚刚出来上课，跟你们家那口子不高兴了。等一下回家主动热情拥抱他。你说哎呀真的是今天来上次功课很烦呢、欸、这么多功课啊真的是。哎、欸、说完这个人间的这个玩这个人间的游戏，现在这个重点要如这个真紧啊运转中啊。对不对？你们这个说呀，那回家也是，刚刚才跟你吵架是要理你，那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人家不但主动示好，还跟他说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然后变成等一下另一半发疯，你怎么会对我那么好？是不是？那你要怎么回答他？我先告诉你，你说 ，Darling， 这是爱的力量，我告诉你，充电充足了。这会儿你看这种美景多好。I love you, you love me, all love. 是不是？这事业不就叫需要这些吗？就是这样子啊。